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哈，长相年轻的永远都是这三种男人，无一例外。对照一下自己符合哪一条，如果三条都符合，那么恭喜你了，你一定能是一个不老男神。第一呢，乐观的男人青春常驻。乐观的男人啊，看起来就是年轻，也最好命。他们的脸上浮着温暖，骨子里呢藏着善良，走到哪儿都像是一颗小太阳，不会因为得到什么而沾沾自喜，也不会因为失去什么而自暴自弃。风来吹风，雨来看雨，这就是他们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自律的男人。我一直很认同一句话，男人变老不是从第一根白发、第一道皱纹出现开始的，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我告诉大家，长相年轻它是一种能力，每一个长相年轻的男人呢都不简单，因为年轻的背后藏着严格的自律，信不信由你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善良的男人，内外皆美。你看啊，只要一个男人善良，他的长相就是要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小很多。善良的男人呢，眼光柔和，面容慈祥，就会比同龄人显得年轻，这就是相由心生。你是哪一种男人呢？